华研国际在昨天24号晚间举办尾牙，本以为可以见到 SHE 三人合体，可惜 Ella 有事缺席，于是粉丝看到 Selena、Hebe 与前体育主播简妮佳的合照后，直接在下方回复 SHE 一日限定，只说简妮佳今天来代打。同样是华研的艺人严艺格、谢佳健、邱申颖等人与工作人员相约唱 KTV， 严艺格更唱起自己的歌，开小型演唱会。忘记也可以失去。